欢迎你来到同我们一同默想复活期第五个主日三代经题对我们一些的启迪。先让罪恶安静我们的心灵，带我们进入默想的旅程。今次我们的形式会用礼仪音乐配合经文，帮助我们去亲近神。首先让我们进入诗篇三十一篇，聆听神的说话。新广东话圣经诗篇三十一篇一至五节，十五至十六节，信靠的祷告。耶和华，我寻求你的庇护，求你使我永不失败。你是公义的上帝，求你拯救我。求你垂听我的祈求，立刻拯救我。求你做我的避难所来保护我，做我的堡垒来拯救我。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求你照你的应许带领我。求你使我逃脱陷害我的罗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将自己的灵魂交在你手中。耶和华，你是信实的上帝，你会拯救我。我永远在你照顾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同迫害我的人，用慈爱待你的仆人。你有不变的爱，求你救我。就让诗篇帮助我们去省察我们的软弱，去到神的面前求帮助，求宽恕。
愿全能的上帝怜悯我们，因主耶稣基督的缘故饶恕我们，并藉圣灵坚固我们，叫我们有行善的力量。圣经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至六十节，使提反殉道。使提反被圣灵充满，举目望天，睇见上帝的荣耀，又睇见耶稣企在上帝的右边，就话：我睇见天开，人子企在上帝的右边。他们就大叫，用手掩耳，一拥上前，捉住使提反，将他推出城外，用石钉他。那些证人将自己的外衣交给一个名叫扫罗的青年看管。使提反在石纷纷袭击下，向主呼求说：主耶稣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他又跪下来，大声叫说：主啊，不要将这些罪归给他们。他讲完这些话就死。杀害使提反这件事，扫罗亦赞成。新广东话圣经彼得前书二章二至十节，活的石和圣洁的国度。要似新生的婴孩，渴慕纯正的灵乳，由此长大，以致得救。好似圣经所讲，你们尝过主的恩赐，要亲近主。他是活石，被人遗弃，但上帝拣选他，珍惜他。你们亦要好似活石，用来建造属灵的圣殿，
做圣洁的祭司，由耶稣基督献上上帝所悦纳的属灵祭物。因为圣经话，我拣选一块贵重的石来做石安的墙角石，所有信靠祂的都不至于失望。对你们信的人，此石是很宝贵，但对那些不信的人有感话，像人丢弃的石已成为最重要的基石。在圣经另一处话，这绊脚的石是使人跌倒的石，他们跌倒，因为他们不顺从真道，这些亦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但你们是蒙拣选的一族，是王室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上帝选召宣扬他，使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从前你们不是上帝的子民，现今是祂的子民，从前未得到上帝的怜悯，现今已经得到祂的怜悯。在这一刻，都让我们去迎接主耶稣的福音，祂自己的说话，让祂亲自跟我们说话。新广东话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十四节，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不用受烦，你们信上帝亦要信我。在我父家有好多房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若不是，我就不敢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之后，就再回来接你们去我处，等你们同我在一处。我去的地方，那条路你们是知道的。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哪处，怎会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由我，没人能到父处。你们若认识我，亦会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又见过他。腓力对耶稣说：主啊，将父显示给我们看，我们就满足了。耶稣答话：腓力，我和你们一起这么久，你还未认识我吗？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为什么你们还说将父显示给我们看呢？我在父的生命里，父在我的生命里，你不信吗？我对你们讲的话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在我生命里的父亲自做他的工作。你们要信我，我在父的生命里，父在我的生命里。若不信这些话，亦要因我所做的事而信我。我实实话给你们知，信我的人亦会做我所做的事，甚至要做得更大。因为我到父处，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我求什么，我必成全，比父因子得荣耀。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我求什么，我必成全。就用这数分钟，让我们都停下来思想主耶稣今日跟我们所说的说话。
亲爱耶稣，多谢你带领我哋去到父嘅面前，让我哋藉住你，我哋认识真理。因着你，让我哋生命更有稳固嘅根基，让我哋都爱你，紧紧跟随你，直到世界嘅终结嘅时候，我哋都紧紧捉紧你。多谢你的收听，愿主赐福给你。倘若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这个节目介绍给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和朋友，让更多的人可以和主耶稣对话。想听想唱更多的粤语诗歌，欢迎到我们网站浏览。你现在听着的是 AHM 音乐台，www.ahm.org.hk